终于把工作忙完了，累死我了。最近一直在家办公，虽然说比较悠闲，但是还是很累。还好最近村子没有发生什么大事，这也让我省一点心了。哎，最近休息休息，打算出去旅旅游去，喊上史蒂夫，到时候直接全世界旅游，哈哈，想想就很不错。老王，你出来一下。嗯，怎么又叫我？打扰我的幻想。嗯，人呢？去哪里了？嗯，在这里啊。你找我干嘛？是有什么事吗？我在你村子周围种了树，你看看，你还喜欢不？你种树干嘛？这一片都是我的地方，你种树都不告诉我。我看你是我的朋友，别怪我不给你面子。你赶紧砍了，然后带走。哦，我不需要。不行不行，这玩意儿还是需要你砍了，我没办法，我懒。啊，喂，这玩意儿是你种的，让我动手，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？我没有啊，你要是不动手，那就一直放在这里吧。行，那我就自己动手。我刚忙完自己的烦心事，又给我找事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砍完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竟然在我这里种了这么多的树，我可不需要这些玩意儿。要是这些树都是钻石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可惜并不是，全部都砍了。嗯，这棵树怎么还是空心的？嗯，什么情况？哎呦，这里还有箱子啊！哦，这不是最贵的炫彩套装吗？这玩意儿是要10000块钻石的。老哥，你是送给我的吗？你以为呢？竟然还误会我，赶紧去看看吧，都砍了。得嘞，嘿嘿，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从哪棵树开始呢？就这个吧，看着就不错。嗯，这棵树里面是什么？你自己去看看吧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好吧，不是吧，这还是个地下室，看来老哥准备了很久呀，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，有点害怕。哦，居然是摩托车，这玩意儿也很值钱的，最起码是要1000块钻石。没想到老王竟然送我这样的礼物。好好，带出去看看。这辆车我刚才还查了一下，居然还是限量版的。刚开始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误会了老哥，真不错，这样我就可以潇洒的去全世界旅游了。老哥，刚开始是我的错，你不要介意哈。没事儿没事儿，那我继续看看。嗯，这个是真的树。看看这边的，应该还是有的，老哥可没那么抠门。就这个吧，也不知道这次会是什么，还是很好奇的。哈哈哈，嗯，下面是水呀。哟，给我玩这一手，明明知道我玩跑酷是最强的，还给我来这一手，行吧，那我就过去看看。这可是老哥建造的，我可不能辜负了老哥，一定是不能作弊。虽然我闯关老是作弊，但是就算我不作弊，我也是最强的，嘿嘿，多么的简单呀。嗯，箱子竟然藏在头上。哦，那么多的钻石，我不是做梦吧？这么多的钻石绿宝石，有了这些东西我都不用工作了。没想到老哥那么的大方，竟然给我这么多的钻石。老哥谢谢你，这下我是很开心的。哈哈哈，能得到那么多的钻石，给谁都开心。好了，继续砍树，看看还有什么。嗯，一个天梯，这玩意儿我敢占了吗？嗯，不要怕，你放心吧，老哥都那么说了，我选择相信他。哼，我去，居然生成一个空岛。老哥，上面有什么呀？你可以上去看看，我也不知道。好的好的，赶紧的赶紧的，上去看看空岛有什么，我希望有我想要的，再给一点钻石，嘿嘿。嗯，什么也没有啊，就一个水池，这没啥用啊，算了，还是下去吧，压根没啥用。老哥，上面什么也没有啊。是吗？那我也不知道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是不知道的。好的吧，当我没问吧。还剩下最后一棵树了，看看会是啥吧，我还是很好奇的。嗯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打开吧。不是吧，就是鱼呀，我还以为又是钻石呢。你不要以为我很有钱，给你那点钻石就已经很不错了，还想要。我的我的，是我想多了，那点钻石已经足够了，哈哈哈。
好了好了，老哥对我确实不错。那么本期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了。